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？你们这是 FM？ 我说你们俩好了没有啊？把这妞给少爷绑走得了，整那娘们有啥用的？哎呦，好你娘们！我叫冷风，对，就是亿万豪门冷家寿。这次奉我那师傅老头和父亲之命，与未婚妻刘若丹完婚，看样子事情没这么简单。你们这是 FM？ 现在轮到你了。就这点渣渣渣，和海外真是没法比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，老婆，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。我叫老风，是你的未婚夫。如假包换呢，你看看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有的，没事。姑爷好，幸好您在，太好了。梅姐，你什么眼神啊？什么姑爷？小姐，冷家确实和我们有婚约，在你小的时候，当时我在场。我何尝不记得心心念念的冷风哥哥？只是如今情况，我不能连累他。行，我们已经先下去。谢谢你今天救我，但是我现在没有空谈论的事情。至于你今天救我的事儿，我会给你打一笔钱，你哪来回哪去吧。老婆，你这是过河拆桥打花叶饭的。我。你干嘛？丹丹，还考虑什么呀？如果刘氏集团真的垮了，我们都要喝西北风了。对呀，老大，你跟了我，咱算强强联合。出去，这事儿没得谈。这才欠债还钱，那一个月贷款，那笔贷款不是我签的，谁找你借的？你找谁借去？丹丹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爹在世时候借的款，你也继承了公司，怎么就不认账了？跟为娘一句劝，强强联手才是上上策。没钱还想立牌坊？要么还钱。潘家可是海城的首富。潘少又是一表人才，他看得上你是我们刘家的福气呀、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刘总赖的账，就别怪我下手不知轻重了。没事。干嘛呢？上啊，上！刘若丹是我的未婚妻，谁敢动她，走！都给我滚蛋！说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太冲动，得罪了潘少，我们完蛋了。你们，我不管了，随便你们怎么样，我看你们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谢谢。不客气，老婆。那咱们现在完婚。你走吧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无妨，有我在，没有人动你分毫。你不懂，有些事情不是靠武力能解决的。但是能有钱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儿。哟，那都不是事儿，那得有钱。
你有啊？如果有钱，也不至于来我们刘家攀亲。钱，终究不是。对，刘氏集团，5分钟之内打10个亿。刘洛丹，你找的小白脸是演员呀，还是保镖呀？哦，是武行替身演员，真能演。喂，5分钟，刘氏集团10个亿，哈哈哈。你说什么？要是真有10个亿，嚯！你怎么了？分钟之内10个亿打不进来。你怎么？你分钟之内10个亿打不进来。好呀，5分钟10个亿进来，我任由你处置。三个大洞，今天公司账上进账10亿巨款。什么？确定没看错？千真万确。怎么可能？没有看错，收到短信。张总，您可是说过要任我处置。好呀，你想怎么处置我呀？嗯，身材不错。可惜啊，可惜，就是年纪大了。你要不然不行，身份符也行。别太嚣张，一会儿有你好看。不就是新搬的小子老爹要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就你们这些小伎俩，放在海外干什么？你是有知狂你！让你走了吗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我的小曼曼。这是演的哪出啊？这个小贱人和这外面的野男人欺负我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就是你打伤我儿子的？是啊，嫌我打太轻了。也是，上一个敢动我，咱们就见阎王。小子，够嚣张啊！给我上！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，你跟我说，再招惹杀人是不错不错，功夫了得的，还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说话。前一个和我这样说话的人。见阎王了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求饶，这娘们和刘氏集团送给我，留你个全尸。方大总，钱已经有了，一个亿马上给你打过去。钱？你缺这一两个亿的人吗？你和你的钱都是我潘家的。怎么样，想怎么死？你大哥。大哥，大爷，不要啊！饶命啊！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我的钱，我的人，都交给你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留我一条狗命吧！老婆，你真的太冒险了，赶紧给我滚！老公，你也太小气了！找你这么大一个，就一顿饭，撞死人了！撞死人了！撞死人了！来人了！撞死人了！喂，我这可有监控啊！你不要碰瓷啊！你撞了人还是我碰瓷？来来来，去报警！啊你，阿旺，赶紧赔点钱走吧！好疼！这样，你数个数。啊，这是1000，1000，你个打发叫耗子，妈，10万，少一分钱也别想走。你，我真的没有撞到你啊。再说我身上也没那么多现金，车上我们张总着急去医院，你让我们先走行不行？10万块钱，你少一分钱你别想走。
大爷，你的事不能担心，十万票不行，担心。你认识？我们刘氏集团竞争对手。你咋执意的想忽悠我？我要现金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赶紧起！打人了！别吵了！再闹出人命！不打紧，心绞痛。开玩笑，不打紧，你就是急性心肌梗塞。你上车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不该拆，别想走，该拆。你们这碰瓷机会太差了。说是被车撞的，伤口在哪？你看，你看这里。现在年轻人真是为富不仁，撞了人还想跑。小子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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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来有心腹。知道就好，滚一边去！你先救人，那个女人。哎，这个说法，别想走。就走。自己起来，我自己起，我自己起。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。你要干什么？拿你们这样的活命，就给我闭嘴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跟刚才几个人是不是一伙的？你给我躲开！你想干什么？见色起意？不行，我得看着。你真会医术啊！啊，你是我老婆，真大了。还说呢，说了要娶我，眼睛走哪去了？这是扁鹊神针。你认得此医术？在国内已经失传了吧？只是听说而已。流氓，你干嘛？流氓，你干嘛？邓兔子，你也有今天。柔柔灯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是他好心救了你。真的？我没事了，你转过去。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天哪！我这打小的毛病现在全好了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小帅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小翠一庄，冷风。是200万，我的名片，收下吧。这个嘛，钱就不用了，我们家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哦，懂了，原来是刘总的。哎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哎，老婆，怎么会跟你没关系？刘总好手段。还学人家的明星隐婚呢，不枉秦少潘少对您都念念不忘的呢。江总，那啥，只是未过门的妻子，还在试用期。说谁呢？谁试用谁？刘大妹妹，平时生意多会得罪，今天冷风兄弟赐我相救，以后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。张总客气了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生意场上咱们公平竞争就是。那他可以竞争吗？你请随意。你老公我见义勇为，我得表扬一下。姐，你在这儿啊？你看我好找。怎么？今天商会晚宴你忘了？今天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给忘了。走吧，我带你买衣服去。我也要去。是谁呀、啊？我雇的保镖。没事，不用了。真相。你可太坏了，高保生说喜欢我，心心念念却是王子。什么不高的命名？好，我说的，你现在刘氏。我呀，就喜欢刘氏喜好最低的。秦少来早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咱们海城的秦家大少，秦少。欢迎！哎呀，刘总，今天白天的事儿多有得罪、啊。
潘某人啊，来我家。潘少不必客气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刘总，这是没把潘某人放在眼里。是啊，洛丹，在座的各位可都是海城的名流，潘少的面子不能丢。潘姐，不是。刘总。喝一个，洛丹，先干为敬啊，先干为敬。潘少大肚子，来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你马上就不热了。哎呀，没谈到，人家还是大森林哟。好了。他妈谁呀、啊？这地方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吗？有个单子。越久越觉得山里有事。哟，正是潘总。你知道的，刘丹是我的未婚妻，如果敢耍什么花招，下次我就只剩这点小事。潘师傅，您和潘少该不会是这小子给打的吧？刚不还说是车撞的吗？潘师傅，你也别怕，我可是黑带九段，今天就让我来教训教训这小子。那就有后勤手。老子今天就废你一条腿！这是你说的一条腿。潘老板，如果不想让你儿子丢掉小命，何不老实点？你这么晚了，哎呀！他想好了，怎么也想不到。我操，干不过你怎么的？先生，你忘了？你听妈妈想说了，你先走了。本少爷都记着呢，亏待不了你们俩啊！好了，门给我带上。哎，来吧，你是不是在考虑落单？你怎么知道？要不你先来啊？哎呀，注意安全！这个活人罗呀来了。啊，老冯，他不会找这儿来吧？千万小心。过来！知道吧？既然他这么嚣张，让他看看他的未婚妻是怎么让我征服的。你怎么了？敢动我老婆，看来真把我的花旦耳边疯了。我大人饶命，我有钱，两个亿。不给，就你这两泡钱，看得上？战神的名号，海外战场有名的战神。你爸，本来想低调的，大爷。
战神大人，战神大人饶命！我不知道你是战神，我要知道，我不敢动你分毫的。如果我不是战神，你们就把欺男霸女。祸害，我没有。啊！这是饶命，这是饶命啊！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只要你饶了他的性命，我可以大牛做马，我们发现一切的都可以奉献给你啊！你说，这个脸皮发一点，你没什么好处的。这样，我们还是所有的担心全部给你，只求你快点过去饶我们一命啊！轻易吧。这样吧，明天把婚事情办完。如果再来，多谢三神不杀之恩呀，绝不可以把你虚假，绝不可以。战神真是好艳福啊，怀里抱一个，还有美女给你当司机呢。低调低调，以后再来赚钱叫我们几个。好的嘛，潘家父子可真够倒霉的，布下这局可真是便宜你了。晚上我留下来帮你吧。哎，多谢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自己帮他解脱。这药恐怕只有一种解法吧。无妨啊，反正是我老婆，我想怎么解脱都可以。喂，你讲不讲理了？动不动就说这话，活该，好色，你就是当徒子。嗯，好，海亮。哎，你马上就不热了。哎呀，让他看看，他的未婚妻是怎么让我征服的。难道是昨晚的酒？那你老婆还不笨，张欣查了酒店监控，给你下药的是你妹妹刘若梦，药是潘毅给的。太坏了！可我还觉得她毕竟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刁钻任性就罢了，怎么你俩一样坏？反正潘毅不会有事情的，明天潘氏就会把潘氏交给你。至于张曼母女，你要怎么处理是你的家事，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。谢谢你啊，我这么对你。你还这么帮我？可是我老婆，谁帮你当心？要不怎么就没个阵型呢？我要换衣服。哎，这个其实我可以代劳的，这个。啊！天哪，怎么不给你解毒了？哎，果然你们放的太清醒。真舒服啊！很久没有过这么安逸的生活了。姑爷醒了，来吃早餐了。我老婆呢？起床。我们小姐啊，七点就出门了。这么拼？这可不，以前在家的时候，她只要起得晚，她继母就会对她说三道四。现在执掌公司了，又早出晚归。我们小姐啊，真的挺可怜的。姑爷，你可不要辜负她了。不会不会，我老婆最会疼了。看到你们这么幸福，
老爷太太九泉之下，别看瞑目了。哎，美女，你还没吃饭吗？我一起吃一吃。不，这不合规矩，我待会儿自己做点吃的就可以了。美女，你在惠若兰这么多年，你不是自己客气，过来一起吃。吃完了我去趟刘氏，刚好看看我老婆今天的表演。谁呀、啊？你？怎么是你？那是我。电话完蛋了，看是老牛吃嫩草吧，还说自己没钱。你发什么疯？这是我们家姑爷，你快走啊！给钱就走，不给钱这就让我臭。坐下。美女，是谁啊？姑爷见笑了，这是我前夫，家里给说亲的，结了婚没多久就离了。什么前夫？我还没同意离婚呢，要不是你死爸妈收了我聘礼，还想赖账啊？多少？500万？什么前夫？我还没同意离婚呢，要不是你死爸妈收了我聘礼，还想赖账啊？500万？没有的事儿，不可能这么多。你就给了我爸妈10万，这些年我都给了你上百万了，全不要利息的，臭婊子！要不是刘管家告诉我，害我一顿好找。去年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啊！要钱还是要命？我既要钱又要命，可真是江湖敌啊！这么办吧，姑爷，我没事，美女。现在身外之物，以后他再敢来找麻烦。喂，胖子，对，这卡上打500万。我操，500万！钱你已经拿到了，以后再敢来找，我不介意多收一点。以后再不打扰。等等，一份钱一份。喂，胖子，刚才那个号主叫醒一下，留半条命就行。张曼。刘若梦不守公司章程，擅自挪用公款，按公司规定予以开除。我不同意。你爸将你放在总裁这个位置上，只不过因为你是家中的长女，现在他尸骨未寒，你把继母和妹妹都清除出公司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刘叔，证据已经发放下去，如果不开除，刘氏无法发展，做企业如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进公司才多久，任总裁才多久，对公司有什么贡献，在这里竟然大言不惭。就是平时娇惯你，胡作非为也就罢了，这里是公司，是董事会，刘家不只是有你一个人，由不得你胡来。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？那是不好了，怕人董事长大人过来了。你看看，不但没给我们刘氏做出什么贡献，净惹事。我提议啊，各位罢免刘若丹总裁一职，由刘若梦担任。我同意。我经验还不足，不如姐姐担任总裁比较合适。你在公司任职的时间比你姐还长，我哥是老糊涂了，竟然让他来担任公司总裁。刘叔，我敬您是长辈，人死为大，我爸尸骨未寒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好，很好，我退出。好，很好，我退出。刘总，哈人父子在您办公室等您，指定要见您。我现在不是总裁了，谁爱是谁是吧。你这婊子做的好事儿，以后不要让我看到你们。哎呦，潘董，你这提起裤子就不认人啊！当初追我的时候叫我小曼曼，小曼曼，你现在是疯了吗？你是，我是疯了，我他妈现在一无所有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潘少还和洛，还有脸跟我提昨晚的事儿？你说是不是你们干的？是呀是呀，昨天我和梦梦一起干的呀。有种，你们母女俩有种。这老狗是疯了吗？
莫非他也看上了陆丹呢？妈，你别急，我打电话试试。没人接，怎么回事？出事了？你这不是还没让位吗？就应该你去。对，这事是你自己惹的，你自己收拾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好，很好。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，是吧？周秘书，让派人来这里见我。是。周秘书，让派人来这里见我。是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呀？让他来见你，你好大的架子呀，还不赶快亲自去迎接？对呀，姐，要不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他不敢过来。你爸都没这本事，我看你这次还是早点让位吧，刘氏迟早会败在你的手上。如果你不退位，我就把我的股份全部贱卖掉。好，在座诸位，谁要卖股份的，我照单全收。你吃得动吗？我们在座的加起来几百个亿。潘总好，欢迎大驾光临。刘总，刘总好啊！本来啊是应该我那个不孝儿子前来亲自登门道歉的，但是他上床了，所以我代他来道歉。哦，潘少啊，难不成是昨晚风流快活到下不了床了？这个刘总大人，你大人有大量啊！我这儿子他实在是有眼无珠啊！你看，这是我们潘氏集团所有财产的名录，传上协议，还有财务明细，全部都送给刘总啊！笑纳，笑纳，放这儿吧。我记得还少了一处浦江庄园，是吧？对，好像也是您的产业。这是我们唯一的住址。哦，那就行。还是老婆，真年头。不，是我疏忽，是我疏忽啊！我马上回来接收。马上准备接收啊！我们随时准备好，刘总接收啊！哈哈，我一觉起来，既然潘总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。谢谢刘总，谢谢刘总。现在我宣布，潘氏集团正式并入刘氏集团，成为海城第一。现在我的贡献足够了吧？谁知道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？那你说说看，用什么手段能让刘氏增加上亿资产？大家看看啊，刘洛丹和这个男的有不清不楚的关系，不知道以后我们刘氏说不定会落入旁人之手。我俩自小是双方父母定的婚约，与刘氏集团无关，更与今天开除张曼和刘若梦无关。现在举手表决，同意开除张曼和刘若梦的请举手。刘叔，你怎么也……嫂子你也看到了，一下子千亿资产啊，两个刘氏的规模，你我都是大股东，你的股份也不少，安心赚钱吧。好，多数通过，现在我正式宣布开除张曼和刘若梦。哼，老刘走了没多久，你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也实在太狠了。妈，你别难过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姐，这公司啊，就交给你一个人了。可怜的若梦，多懂事啊。看什么看？我老婆这么漂亮，我看看怎么了？对了，你这次来除了结婚还有什么？
主要是监管。现在我师父说，在你家有一件重要的物品要监管住。最近念想不太平，岳父大人出事也可能是他引起的，所以你要小心。乾坤图。乾坤图，混蛋！乾坤图的线索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住手！你们是对，本来事情回乾坤图再给你顶包的。信口雌黄！别以为我们知道你父子俩那点小把戏，乾坤图。其实你俩能打主意的，主上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拼死拿回乾坤图。最近我要闭关，不太名言，亲自出马吧。你放心，你俩配合。是。主上，对，主上，身旁有个高手，我们打不过呀。是不是小姐出马，肯定有把握。出马了，主上，饶命吧，刘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主上，请主上饶我们一命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啊！都下去吧。小姐，别难为人。祖母已经吩咐去见你了。慢点，我回自己家，不会和张曼批准吗？那，小姐，得罪了，下饭笑，先告一口。哟，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小白脸？哦，那他没有说。老人家，别说我不尊老爱幼，内衣前夫的事情是你自己。胡说！我胡说！你任管家以来，贪污钱款1000万，多处房产记着你。潘仁跟张梅偷情的事情，也是你帮忙打理。还有好事也没着落。还胡说！是乌龟就别装王八了，别抵制。好啊，我以为你只是向着张曼，没想到吃里扒外。刘家留不得你了，从今天开始刘家没你的地儿了。哎呦，我们刘总的威风耍到家里来了，管家留不留可不是你能说的算的。若梦还在家里面等你们呢。你这妹妹又在选什么幺蛾子？谢谢你啊，如果不是那天看监控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好人吧。若梦还在家里面等你们呢。你这妹妹又在想什么幺蛾子？谢谢你啊，如果不是那天看监控，我一直以为她是好人。梦梦，好好陪陪你姐夫。我先回房休息了啊。姐夫。我们都是刘家的女儿。那你倒是说说。我哪点都比姐姐好，不信你看一看。姐夫，人家可都还没有男朋友，只要你同意呀、啊，人家现在就是你的。别人都说姐夫是小。谁呀、啊？刘若梦。小的欲望型，别以为你会打架就了不起。我告诉你，我姐姐的钱就是我们刘家的钱，就算你们结婚了，你充其量不过是为我们刘家打工。
冷峰，姓林圣手，你和战神冷峰有什么关系？郝远烈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两位阁下太清高，奴才有上头之名。难道阁下真是战神冷峰？既然如此，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是我的罪。放开那个女孩。冷峰阁下，如果是别的事儿，我定不会为难于你。 但这事儿，我们素难同命。哦，然后是这两位的，哦，莫非跟那个神秘人有关？猜的没错，正是千机阁。您虽然功力超凡，但与阁主相比，真是自不量力。龙魔，你想，你若乱来，谅你们也不敢。数一二三，一起，他。 诅咒之毒唯一的解药在我手上，如果想救人，三日之内乾坤图的用法。诅咒之毒唯一的解药在我手上，如果想救人，三日之内乾坤图的用法。唯一解药。 谁给你们的自信？尸毒诅咒，这帮家伙竟然对普通女子下如此狠手。等我抓到你们，定然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姐，小姐怎么了呀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看看太严重了。不用你，要不办法，不要让人家。 白老头，尸毒诅咒成那个办法，我给你找。什么？尸毒诅咒？除了解药，小子是谁中毒了？你老婆。那不就得了？就那个办法。啥时候办酒啊？要不？对不起。 老婆，这么劲挺大呀！坐。你给我去做饭。大混蛋！你是不是解释啊？是我救你。啊！你也不能就是这样。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姑爷，你们怎么了呀？梅姨，你家小姐没事了。对了，她昨天晚上是不是中毒都快不行了？是呀。 还好有姑爷在，谢天谢地，终于没事了。那你们先休息，我先去送点吃的。怎么办？我的第一次就这样给他了。你可要最负责啊！就你这一命，费了20年才能补充啊！我。 啥年代了？这不都是可就成了？何况咱们婚约在身呢。我滚出去！真是把翻脸无情的，昨晚。昨晚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是哪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什么？医生，我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医生，你一声不吭就给我放下，原来。
风来，有阵风就快回。你海湾那几个大姑娘小十岁的，可在闹市找你呢。嗯，是。这事儿是跟我没关系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的未婚妻刘若丹，这位呢是我超级无敌可爱的小师妹白紫薇。梅姨呢？你带她走了？你管我？我是不是教都管不着我？别以为你是我师兄未婚妻就了不起，本姑娘都还没同意呢。是这样的，我家师妹等你高强，那医疗挖锁对她跟玩似的，她要进来没人喜欢。还是师兄了解我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这副嘴脸了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哎呀，先听哪个？开个好消息吧。我查清楚了，刘若丹的父母啊，其实都是潘仁父子害的，张曼明远也脱不了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我父母都是他们害的？对的，张曼在跟你父亲以前，其实就是潘仁的相好，你那便宜妹妹也不是你父亲亲生的。潘仁为了你父亲跟张曼认识，布了局，为了让他顺利嫁进刘家，制造车祸害死你母亲。张曼无意之中得知了刘家乾坤图的秘密，寄予他传说之中的神力，于是联合派人盗取。后来你父亲应该隐约知道了实情，安排你执掌公司，准备逐步反击。可是他们先下手了，尤其是你父亲对刘若梦没有防备，所以下毒的是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你拉刘若梦去做个鉴定不就知道了？老婆辛苦了，这些事情别一个人扛，我们一起来解决。其实我早就怀疑我父亲的死和他们有关，只是没有证据，一直在暗中调查。只要你让他们血债血偿，我就嫁给你。说什么呢？你是我老婆，就算你不嫁给我，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。哎呀哎呀，医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还有个坏消息，要不要听？坏消息就是千年圣树组织千机阁也会加入进来。你怎么知道？胖子说的。这死胖子。该来的始终会来。老婆，说说乾坤图的秘密。老婆，说说乾坤图的秘密。这张图是我家祖传的图，据说是刘公所画天下龙脉分布图，历代帝王将相墓都有标明。最珍贵的是诸葛神后墓的七星灯，据说能扭转乾坤，返老还童。江湖上是有这个传闻，不过人们一直都当神话，没有人懂。这不是传说，是真的。乾坤图不是一张图，而是这个。那他们请走的确实是一张。哎，以前在哦，是主方明剑，胜利正在。龙女帝王，我父已经到了太城，这次会有难度。我们府下已经给他留了丹，上次过两三天，他们定会出手。犯了错，还敢狡辩？那个冷风是吧？他是我三清道长，是我死对头，这一次可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华夏。你说，我们就一个人，他不可能面面俱到。当时当兵，那个孙天熙，你说，不可能面对这么多人，都是我们的机会。都是我们的机会。总算有点脑子，这一次可不要让我失望。杏儿，给潘仁2000亿，将牛氏集团给废了吧。府上让我去吧，那群废物成不了事儿。别急。至于这一群废物，祖上，这是，去试试。
恭喜就上，变成不死之身。去吧，完成任务去吧。是。出来，是上天之道。哎，老婆，这么着急出门？你刚回府还是好好休息？公司有事，有人恶意收购公司。师妹，你先说，我回家去趟公司。 哎，陈正哥，你休息吧。没事，我不加了。你怎么了？你穿有点奇怪。可能公司有事儿。没想到啊，刘总平时这么端庄，竟然是这么风骚的人。这不就是夜门罩吗？公司服饰。就是。天哪，昨天晚上不会被狗仔偷拍了吧？ 什么？股价持续下跌，绿城集团已经买走了 10% 的散股，成为前十大股东了。喂，胖子，帮我查一下瑞士集团什么背景。对了，还有，佳佳给我买刘氏集团的股票，对，不计代价，越多越好。情况，这是真的是让我们收回来的产业暴露了很多税务和经济行业，还有无法预测。 看家，管安不安好？哎，老婆，别着急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那派人的小子背后肯定有人撑腰，不然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没这实力。怎么办啊？老婆，要不奖励一下？我跟你讲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开玩笑？我知道你们冷家家大业大，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你看，钱不就来了吗？ 喂，张总。你看，钱不就来了吗？喂，张总。冷风弟弟，你在刘氏吧？看这架势，有人要对付你老婆啊！所以说，你是想趁火打劫，还是雪中送炭啊？你这么淡定，可惜啊，这夜幕罩主角不是你了。如果你愿意敢娶我，那500亿还是能凑出来的。张总。 500亿，还算了，100亿吧。好，让周丹发个账号，一会儿给你们转过去。你们俩是什么时候有电话的？就那天一起送你回去，然后非要查我问你没办法。哎，对了，他说什么艳照门呢？周丹，你又得罪什么人了？还有这艳照门是什么回事？刘叔，此话怎讲？ 你这总裁又是怎么当的？平日里你还本分，没想到私生活如此迷乱，还有潘氏那边怎么有500亿的窟窿？梁叔，说话客气了，看这钱啊，10000亿？嗯，没老远放花酒，那你说？ 小刘总，这位子该归我了吧？潘董这么自信，又该这么自信，瑞城公司是他的，你没想到吧？那有人？我瑞城加上张曼，还有在座各位董事的股份，已经到了40%。据我所知，市面上的散户20%。 你手上最多也就35%了吧？啊！<笑>不好意思，我手上正好51%，那个位置你坐不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手上本来就有35%，加上刘叔的40%已经平你了，市面上能收的我们都收了，正好凑够51%。刘叔，看这。 啊，10000亿？嗯，没老远放花酒。那你说，我……哎，先听你去安排，先听你去安排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外部你根本弄不到钱，张鑫这臭小子，100亿根本没打出来。就是出来了，你也不够。
你怎么了？张鑫的臭婊子，一百亿根本没打出来，就是出来了你也不够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把张鑫怎么了？张鑫的一百亿还是没有到账，算了，一百亿而已。本来让他出手，只是想给他一个招呼帮忙的理由，他跟他父亲一样的嘛，在海外做了很多关系来找我。 已经是一个多了。救上号，白白过去。好，张鑫，张鑫，一百亿，我打了，你打不了。但是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何贵干？有何贵干？但我好事的时候都忘了。凭什么？就你啊！没人能威胁得了我冷风。饶命，饶命！你刚才干什么？饶命命啊！我给过你机会，你对我有仇可以冲我来，这个前任朋友就已经触犯了我的底线。 我给过你机会，你对我有仇可以冲我来，其他人朋友就已经触犯了我的底线。说，张鑫被带到哪儿去了？这是你最后的一线生机。我说，成本，成本多少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 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跟我坐下。姐夫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至于吧？一家人，看你们我一个人的好下。大家都要为我们做什么？这都是你造出来的东西。他们这杯狗奶，你故意弄出来的，我们呢？我们孤儿寡母，好可怜哦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各位，这是亲子鉴定。 自从和我有了和判人的鉴定证书，他的父亲就是判人。老婆，今天对你来说太不容易了，好好休息吧。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那对母女不会那么快被抓进监狱。傻瓜，你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，不会做这种事情。 真的是我的妈呀！梅姨呢？她怎么样了？梅姨在房间里呢。那个潘人跟我玄虚的。之前确实有人想鬼鬼祟祟的进来，不过被我丢出去了。小师妹啊，你留在这里继续提醒我呗，跑腿的事儿交给我就行。不成，这次恐怕有危险。不是吧？这么厉害？ 你该不会想借机跑出去跟别的妹子约会吧？你可没少干这事儿哦。你什么鬼？组长，组长，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父亲被冷风，挑断了手臂脚筋，变成哑巴了。组长，组长让我给他2000亿，他都干了些什么？一进一出就亏了上千亿，刚组上的这群人。 都是捡来的吗？他们我也得看出人吧。我们父子俩好歹是千金阁的人，他们这样做，是看不起千金阁，看不起组长你。当狗！你们也配？居然将童家庄供出去了，还敢回来，当真不知天高地厚！来人啊，拖出去喂狗！ 组长，组长，组长！喂完狗，记得把牛肉丹抓回来，好好调教调教。这两天耗费我太多功夫，得好好补补。你是谁？不准把我！这是犯法了，知不知道？
犯法的，是坐牢还是枪毙啊？啊？姿色不错，好好伺候主上，不然就拉出去喂狗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？我想看看那个人。我和他非亲非故，他凭什么来救我？就凭他爱关先生，你也爱关先生。你们还真是了解我。你真是一个想跑的都不放。那是自然，玉面狐狸。如果你心肠不这么狠毒，我也不会放弃你。真不愧是性灵圣手，连我都。所以说。你是准备放人，还是逼我动手呢？你知道，我可不太会怜香惜玉。啊，我倒是喜欢你，那就让我摸。这不够格呀！哇。还你侬我侬啊！你那正牌老婆恐怕已经在来这路上。你那正牌老婆恐怕已经在来这路上。你放了软金伞？无色无味的软金伞，堪称化工大师。我没发现，只是觉得功力退散。胆大心细，是我。不要管我了。没事。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这毒真厉害，要了我七八都是我害了你。说什么呢？上次若丹的事是你帮了我，欠你个人情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我就是性灵圣手。如果我们侥幸逃出去，这次一定就是。我知道了。冷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冷风。就算你不出手救我父亲，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居然让人在眼皮底下逃走，你连那几个废物还不如吗？属下知错。失信儿，听你。算了，中了毒魂散还能逃出去，也算他的本事啊。不愧是三清道人的得意门徒，你说给他，不算太丢人。多谢主上开恩。主上，这是我与冷风打斗时他留下的，属下觉得有些奇怪。这是乾坤图啊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刘氏后人居然将乾坤图做成了玉佩，怪不得这几百年我一直找不到他。主上，这乾坤图真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？怎么？哼！不敢最好，月食之日已过，本尊要外出行走了。您中的毒魂散，除了功力尽失，五脏六腑也会慢慢衰竭，必然倒霉。找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我就是性灵圣手。如果我们侥幸逃出去，这次一定就是……我知道了。冷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冷风！冷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冷风，醒醒！
不会吧，断气了，人工呼吸会不会管用啊？搞什么啊？你是装晕啊？嗯，对不起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有人从这边来了，快走！我背你跑那么远，我实在跑不动了。好吧，我背你。看来那小子毒已经解了，扁鹊神针果然厉害。主上，我已经安排顾太后你也去找到岳父了。做得好。主上，任务已完成。不错，看来冷风那小子身边有高手，要不是他们不是活死人，可能打不过对方。主人，冷家那边还有人过来？也有可能是三清道长的其他弟子。希儿啊，你可愿为主上尽忠？主人，你。我也赐你不死之身了。希儿不想做活死人。只要你能力提升了，才能更好的效忠于我。不死军团。我的不死军团啊，我的世界终于要来了。让冷风那小媳妇儿长得不错，今晚就有你一次和本尊了。你真是个疯子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千百年来，刘伯温和诸葛神侯都说不会放过我，数年来很多人都说不会放过我，灰飞烟灭了，只有我还好好活着。只要找到了七星灯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你也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也算个什么东西？天助我也！一半乾坤图也来了，天助我也！怎么了，师妹？没事吧？是我没用，我要照顾好嫂子。对，姑爷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出去买菜，一回来，发现小姐不见了，白姑娘还受伤了。我让她去医院，她也不肯。我别说了，你还好你不在家，不然也白白丢下去。姑爷，你这是？姑爷，你这是？哎呀，梅姨别担心，你家姑爷医术超群，这是给白姑娘治病呢。真是长大的小公主。师兄我。你小时候师兄哪里没看过，还害羞。好啊，师兄。我的便宜还卖乖。开玩笑，在医生面前病人一律平等。师傅他老人家偏心，只教你扁鹊神针，不教给我。师傅也是为你们好，这学医啊，说好听一点就是救死扶伤，说难听点呢就是见证了人世间的生死离别。你性子太急躁，学不来。我师兄在，我肯定不用学，哪怕我只是他半条命，我也相信师兄能救救我。哎，可别。你呀、啊、你师兄弟那几个就属你受伤次数最多，你好好养伤，我去救若丹。不行，我跟你一块去，他们这病人还挺厉害，就像刀剑不入。难道千机可可主不死之身他亲自了？不对，应该不是他，我觉得这两个人就像是被施了法术一样，几乎没有情感跟自主性，就像行尸走肉一般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小心。你好好养伤，等我们回来。
你说，如何开启这乾坤图？再不说，母亲把你逼成我的女人。你休想！你不如直接杀了我！你真可没那么大的耐心，想着那个冷风来救你吗？别做梦了。你不如直接杀了我！ 变成他们俩的胡子，然后再让你去上你亲生人的疯，怎么样？<笑>你卑鄙无耻！活了一千年了，这么多人吧？可我不在乎。你看看外面，月黑风高，良辰美景多好啊！知不知道活了一千年了，在这冰冷的地下我待了500年？ 只差七星灯，就能将我每月的诅咒去掉，就是最完美的人了。<笑>这么说，你真的活了一千年？信不信？我就是你家先祖刘伯辛手下一员大将，当年奉皇命寻找诸葛神和墓，诸葛神人。 真乃神人也，他知道我家军师会到他墓，他说得很蠢，我却是害怕，最后七星灯等钱也不敢取，白白给了天启，最后辞官回家，自是不服，于是投了步，取了七星灯，取了乾坤灯，入神横路，不料。 七星灯前有位大阵，带去了手下死生殆尽，我也终于阻止。这不是活死人，在地下睡了整整100年，最后却因天而绝。这么说，你是我家祖先手下？ 这样，念年轻，只要你告诉我七星灯的开启方法，对天启时，完成后放一回去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早知道这样，就手术进去，只要破解了乾坤图，找到了七星灯，那样什么？ 天为乾，地是坤，阴阳交泰是为天地。乾坤图需牛氏族人之血滴入，左开为阴，为万毒之门，右开为阳，为众生之门。那就是说，左开就是有毒，右开就是有福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既然你这么坏，那就让乾坤图来收拾你吧。小子。 别耍什么花样！怎么会呢？您是老妖怪。嗯，老前辈了，我怎么敢耍花样呢？只是这地图我也不经常打开，咒语我有点忘记了。几个钟，想起来就不要再想了。经您这么一提醒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给我一把小刀。你以为凭空想？ 你就能翻盘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只不过是想要递点血而已。够了，两个玉佩拿来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竟然是个阵法图，可笑。 当年竟然把他当成活死人，是活人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你可能忘了，当年在战场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喽啰。你杀光了所有人，
唯独放过了我。所以，你是想报恩还是报仇？或者说，你想证明你比我强？一开始是的，因为我要为我的同门报仇。可是我们阁主他越来越暴力，你看看他们，都已经变成了活死人。他霸占了我，拿我当工具。不过我知道他下手无情，在他施法时封闭了五感五识，这才有机会逃出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和你联手除了他。不错，是个聪明的姑娘。性子不错不错，以为你那些小子骗得了本尊，今晚都得死。快前门处快开。还等什么？是等我吗？小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听话。我什么时候听过话了？这活死人怎么打不死？听师傅说，只要抓他们气海百会，放了气就行了。真是笨死啊，笨死啊！让开。你不早说，熏死我！敢坏我不死人，都得去死！好啊，都到齐了是吧？今天正好让你们写记录啊！如南，这个胆小鬼，怎么可以把乾坤图交给这个坏蛋？不怪他，是我的玉佩掉了。你这叛徒，死有余辜！死丫头，既然陷害我，都得死！徐总，现在大反派已经被消灭，中原闭合，你们俩是不是该结婚了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好不容易过几天好日子，就先别折腾了呗。小心。开外衣，喂，冷不帅哥，别忘了我们之约啊！哎，陈大姐，麻烦我话说清楚，这一屋子人听着呢。那我就不说了，我爸定威，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。就是要紧，现在就方便。妈，是咱们的城市的进出口。没有，你这不是为了安慰我实在找的。心儿啊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，这么年轻的声音靠谱吗？想青衣是不是靠嘴上的毛来定的？你们直接找大。你说什么？源于我们心儿年轻又有钱，你就可以打着幌子来行骗？就大哥，我看你最近肝火旺，脾虚是。对啊，哎不，你怎么知道？阿姨，我看你面色暗沉，气血两倍，今天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把人家病情都透露给他，这心思太强了，肯定动机不纯。吵什么吵啊！啊，这里是医院，又不是菜市场。王主任，这人神医，那个什么上手来的，要给让大哥治病。有青衣资格证吗？他真的很厉害，我打小心脏病就是想治好的。人是你们的，有没有你干的事儿了？太假设了。今天我是冲着招新的面子来，不是说你的意思。这样吧，给我一分钟，如果一分钟之后病人不能下床，不能跳，你告我不正行医，抓我。你好，那我今天可倒要看一看，这招摇撞骗的我可见得多了，这么吹牛的那是第一次。你们家属有什么意见啊？看这个面相，我不清楚。酸牛眼力，我们啊也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，就这两天的事儿，怎么样？认输了吧？不过还好。哎，爸，爸，快快
尹教护士长，哎，护士，护士，报警啊，报警啊！你太慌了，这慌什么呢？没到一分钟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？你们不是给他忙吗？爸，江叔，您下来走两步看看。我就晕了一下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好好的呀，没事呀。爸，你都昏迷了三个月了，这是你的月子之心，都怪这位新世宗的错。哎呀，难道你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心灵圣手？那你刚刚用的就是扁平神针了？哎呦，圣手啊，来，快给我这衣服签个字，我拿着当传家宝。你要是知道我的仇家有多少多厉害。我已经答应你了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要不要试一下六块变成四？不用了，看我老婆出血，开始吧。不是，你还活着？你不死，我怎么会死？这死丫头敢由乾坤图害我，这让我破解不了乾坤图，送不了上路。你好，人难。虽然陈坤图加重了我月食之火和时间，但也给予我更强大的力量。如今再也没有与我匹敌的力量。杀了你们，那就杀了三清老道，灭了你们家门和师门。陛下，我不做了。尊人，我求你放救你了。前天应该就是七星章法阵造成的不同，唯有又开众生之门，将他打入虚空，应该才能将他彻底封印。原来你打在这儿啊？对啊。是不是我们安全了？是啊，我们安全了，自己安全了。赶紧，我们回去结婚，生下来十个八个，这才叫生生不息嘛。听说现在男人也能生小孩了，我们要不要试试？要试，都是现在的事情。